欢迎来到我私人的圣殿，英雄们，希望你们感到宾至如归。在这里你们会看到我许多的失败品，最终还会看到我最伟大的胜利。终于有人能解决那只难看的虫子，多亏你们了，英雄们。雷电号已启动，防御系统已被摧毁，动力关闭中。终于不用提那台常失灵的垃圾付修理费了。干得好啊！钥匙应该在他的某个内脏，只要在这里找一下，应该就能找到了。了不起！你摧毁了我最可怕的创造物之一。我原本以为这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。我离得太远了。哦，马洛里亚克，你终于从你那个所谓的实验室出来了，这一次你又有什么成果了？未打扰到您至上最忠心的监狱主人，但我相信我有您会非常感兴趣的东西。当然了，我洗耳恭听。是的，是的，我提取了各种巨龙的血液媒介，并制造了一种能使人拥有全知力量的药膏，超越凡人世界的感知能力。亚特拉米德，你的主人在呼唤您。我为你呈现实验体编号25463D。
你的实验失败了，那只幼龙已经完全失明了，看看它，看看它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会立刻处理掉它。不，先不要。你感到懊恼的这个东西对我而言还有点用处。去吧，可悲的炼金师，我等着你下一回的失败。是的，主人。太远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这样就有点过分了。太远了，不能有干扰。我要先找的目标，不能让主人等候，不能再失败。我们常常意见不合，总算摆脱他了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英雄们来到了辉煌的终章，你们应该精神抖擞吧，准备好进行最后一战了吧，那就看看我终极的创造。起来吧，妹妹。看看黑龙公主奥尼克西亚的重生，这大概是我最佳的杰作。我的妹妹饿了。看到暗影之眼是如何活化他们的骨头了吗？他们都为我而战。诅咒你们凡人，如此冷酷的漠视他人的所有物，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
一点。看到暗影之夜是如何活化他们的骨骼了吗？他们都为我而战。诅咒你们凡人，如此冷酷地漠视他人的所有物，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。